使用特效只露出一双眼睛盯着镜头，眼泪在眼眶打转。伊能静29号拍抖音影片，还写下我把泪含在眼眶里，因为我知道掉下来就输了。就是这段影片被外界揣测，难不成是和结婚7年的大陆演员秦昊闹婚变，引发不小热议，让伊能静赶紧再拍影片澄清。我发个特效看把你们给闲的，我还觉得我演妹妹掉下来演技不够好呢。好了，散了吧啊！澄清只是用个特效，要大家赶快散了吧。也因为消息传得快，伊能静工作室紧急发3点声明澄清，表示伊能静发的抖音影片无关任何婚姻和家庭关系影射。至于有狗仔9月份拍到秦昊和女子在聚会上牵手，工作室也声明是工作伙伴被断章取义。针对假讯息，部分网友恶意解读，也已经严重侵害艺人名誉。伊能静和哈林庾澄庆2009年离婚后，女方在2015年与小10岁的大陆演员秦昊再婚。不过外界会揣测婚变，因为伊能静微博最近半年发文都围绕在儿子和女儿身上，完全不见秦昊，两人目前也分隔两地。最近秦昊新剧上档，以往伊能静都会写脚作文帮老公宣传，这次也无声无息，就怕谣言越传越真，本人赶紧拍片自清，喊话婚姻状况没亮红灯。 TVBS 新闻和罗欣大陆综合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